见。会怎么办？这一条亮度呢？会怎么办？搞死！新疆怎么办？哎，这怎么放大？啊！右键点一下，再按滚轮就行。怎么给它右键？右键是吧？哦，相似度，相似度调低一点。这边还有个没有。哎，这个镜头怎么到这边去了？那你先点头像全览一个，左三角一个头像全览。哦。然后再设置轨迹。加工速度也可以调一下。啊，这里还有四个正常。哎，这里不能增加了吗？就我右键之后，这里中间不能增加了吗？中间增加的话，你直接点箭头。点箭头。点你要增加的那个地方。哦。如果你点上面这个增加，它是在你最后一条。最后一条增加是吧？对。哦。你要中间插的话，你就直接点你中间那个位置，然后点右键。哦，懂了。这个就是要，如果要把这些删掉，怎么删掉呢？你先右键确认，然后全选，你要全删的话，这里有个全选，上面角度的。哦，全选。啊，右键。哦，要删哪条就点哪条也可以，是吧？对。那知道，这就是功能。然后就一个坐标。坐标是这里，修改点加高度，这个要又忘了怎么搞。右键，这边找下面找个点，右键。取消，往这上面上下，这是前后。点键盘也可以。键盘鼠标都可以。差不多两毫米，然后确定。取消。哎，点取消是吧？哦。取消。得重新再。点那个 at， 刚才没有那个保存下来。这个点是在这个点。哦。你 at 不了，那因为你定位到下一个点了，你直接把这个坐标输到这里，直接点改一个。要全选吗？对，你要改全部，你要全选。那我没有了，保存。可以修改一下速度，试一下。修改速度。先点停止啊！这里还加了设置，
模板高度。刚才你用这个设置是点哪个？点那个箭头啊。这个箭头，箭头一确定。下面速度慢一点，点低速，点低速。好，点设置，点边上那个设置。然后就保存，并存为。你先复制到另一边，先。复制到轨迹右。先停止，停止，然后就可以保存。哦，然后就现在就可以开始打了呗。循环打印哦，就是一直这样行，点停止就好了。然后这里就是加工模式，这里循环工作关掉，小型二关掉，按文件保存一下，那可以继续再。打一个了，一个，因为它另一个扫不到，把速度拉低，速度拉低一点是吧？点住这个。还是死不了。还是死不了。做模板的问题。哦。哦，现在有了。